好漂亮！私人场所。还在这样。听，好喜欢五色鸟。哇，我来过多次，我都没有登上这里，这里好高哦，漂亮。大家好，我是巧娘，准确的说我是太平的巧娘。今天我们一行人来到了我们太平秘境私人的叫做松竹休闲园区。啊，我太平太太高了，初三喜欢开。初九喜欢来，在那里了。他家，我们得到来地主林太太特别下来迎接我们。这个地方从华盛顿中学进来，你看到松湖有个指示牌就可以走到这里，很容易走到这里。这是最上面最高处有两条路。一个是我们现在走的阶梯，哦，好高哦，另一个就是旁边，大家可以骑摩托车直接上去，风光无限。那边会是玉山吗？不是吧？哎呀，我们上来这么高，继续。看，我们已经上了很多个阶梯，两边都是松针。真的好漂亮，好漂亮！这里真的只有我们太平人才会走到这里。如果你住在台中，园主热情地欢迎你的到来。哦，上来了，看上边多大！我来了很多次，我从来没有上来过。这里整个就是一座山头，看，有好多人，有的人腿不方便，直接骑摩托车可以上来，但是要绕一下。我们就走楼梯上来。这个园区完全是私人，自己掏钱建设，有善心人士来了都会稍微捐个一百两百。那个，我非常非常佩服台湾的大地主，真的是太善心了。哎，修的厕所里面很漂亮，上边一个个的凉亭，地下就像铺了地毯一样。在这里你不怕下雨，桌子、凳子都很齐全。这边是泡茶区、木栈道。如果你有空，你有闲，热烈地欢迎你来我们太平秘境。不是村民所想象的那样，好像把自家客厅拍摄给大家看。这位地主大善心，非常欢迎大家来。银色很秀丽，垃圾不落地，请随手把垃圾带下山。感谢大家的配合，如果你来到这里，要把垃圾带下山。巧娘拜托，保护我们太平的环境。看最高点，真的是太漂亮了。不知道为什么最近大家都在质疑我们拍摄，说会给中共看，我都觉得怎么会有这个想法嘞。我的影片从来没有在大陆任何一个平台上传过，我的观众就是台湾人民。老板来了，如果人家要到这里要怎么搜索？搜索啊，搜寻那个松竹园休闲农场，松竹园休闲农场，对，好，来，等等，谢谢你的大爱啊，没有，有这个场所让我们来这里休闲，感谢你啊，没了，我们的到来，园主林太太林先生特别来招呼我们，非常欢迎大家来。看到朴实无华的两夫妻，我真的非常非常的尊敬与崇拜台湾的农民。谢谢啊，再见。谢谢啊，再见。真的，非常非常感恩与崇拜我们台湾的农民有这样的大爱，把整座山头修成休闲园区让大家免费来。说实话，没有见到他们两夫妻，还以为他们是年轻人或者是运动达人，原来他们是根深蒂固的农民，愿意把珍贵的土地奉献出来。大家记住，景色很秀丽，垃圾不落地哦，请随手带垃圾下山哦。感谢大家，真的非常非常感谢。这就是我们台湾的农民，我们太平的大地主。土地对于农民来说是多么的珍贵，何等的重要！大家看，这是多大的面积，
从这里拍下去好漂亮哦。好漂亮，真的真的太漂亮了，真是人间仙境啊。大家看到这里由衷的说谢谢地主的大爱，私人场所能做到这样免费让我们进来，花很多钱哈。希望大家来了多少都捐一点吧。刚才那一个我们只是在山的高处，等一下走下去还有另一个景点也是很漂亮。前面我已经拍摄过多次影片，但是我从来没有上来过，这一次我特别拍摄给大家看，从楼梯上去下来的时候就可以从这边下来，这边摩托车可以直接开上去的。地主大善人修的这条路真的是顾虑到很多的行动不便者，哎，这边就可以开车子上去，骑摩托车上去哦。这里完全是私人土地，但是大家来了一定要爱护一草一木。刚才我们从这里上去，从这边下来，我们从高处下来就是一个停车场，大家来的时候就可以把车停在这里。这里就是路边，这个路也是他家的，无私的奉献给大家，开出一条路可以汽车经过。这个场所可能大家看过，我以前在这里拍摄过，我们在这里包过水饺，做过水煎包。再说一遍，如果你想来，从华盛顿这里入口，就是太平的华盛顿中学，进来有一条岔路，上面写着松湖，从松湖进来就是这里。你也可以按原主林先生说的来搜寻。到这里真的不虚此行，这可是我们太平的秘境。看这里更漂亮，你想听什么鸟叫，看什么植物都有。叫做台风草，就是上面折几下就有几个台风，又到山里面来才能看到台风草，我也是第一次看到。刚才我们在高高的山上，这个时候我们到了山谷，往下走有一条小路下去，就是最低处，走到下面去，你看蜿蜒着下去，两边还是松树落得满满的，非常的诗情画意。前面有人在这里拍过婚纱照，大家如果不知道，就跟着骑脚踏车的人一直走，就走到这里，脚踏车的人是路最熟的。好了，我们差不多了，这群肥婆又开始吃了，就地坐下来休息一下，休息一下就可以回家了。来喽，影片先拍摄到这里，如果喜欢太平，我们大善人地主林先生林太太无偿的奉献，花巨资修这个休闲园，非常欢迎您来看我们太平的好山好水，人更好，感谢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喽。